我跟你去见郝灵王，你把同仁景放了，让他回青丘。我可不敢再信你的话，打断他的腿，省得他再跑。贤哥，现在知道讨饶了。从小到大，我挨的打受的刑比这个多多了，这点疼不算什么。你不是最会耍滑卖乖吗？怎么现在开始嘴硬了？把他带到囚车上。是。你的腿，何人伤的你？是我。文小六一再抗命，想要逃跑，徒儿小失惩戒。留下一起用膳。谢了。我是乡下人，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好吃的，没有规矩，陛下莫要责怪啊。你平时都喜欢什么？我就喜欢钱，最好是能天天在钱身上打滚的那种。有什么爱吃的东西？乡下人不挑嘴。我已经让御厨准备了青艾糕，若你还有什么想吃的，我让御厨给你做。你可以在睡前听着故事吃一些。我不爱吃龙眼，给你吃。你最爱吃的青艾糕就只有一块了，我想留着待会儿娘一边讲故事我一边吃。其实你早已经告诉我你是谁，只是我的心被冷酷蒙蔽，对一切视而不见。我不吃龙眼。殿下，来啊，一起吃水果。打断他的腿。
下没有纸关系，不听不看守着爱，去给我找最有经验的行刑人，只给他留一条命就行了。每一弯孤零零的月光里，前尘如风烟起，回忆里满是你，激起天地间的煎熬和不息。要是我能遵守承诺，去玉山接小妖，小妖就不会走失了。此事是我的错，那时你年纪还小，自身难保，就算去了，王母也不会让你带走小妖。你的苦衷，小妖会明白。用苦衷当理由，这不是辜负了吗？小妖自小天赋出众，修为在同辈中遥遥领先。却凌凌地位，连自保都困难。也不知他这些年究竟经历了些什么，竟然凌厉被废。小妖在玉山等了我70年，我没去接他。小妖在大荒受尽苦楚，四处流浪，我却什么都没有做。难怪他不肯认我。先随你娘去休息。小妖，不要这样。小妖，你听我说，小妖，小妖，小妖，他不是姑姑。姑姑已经战死了。